大大学校长吴东兴、校总会副理事长杨耀聪、学生会前会长黄凤玲共同吃播，僵化思维、权威态度、裹足不前的气球，象征打破旧想法，打破权威关系，唤醒行动力。现在在教育圈里面，翻转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。那最重要是，我很高兴，大业大学在过去30年来，以这个翻转教育为一个场域，我们真的发现，大人变了，孩子就不一样。那请同学们参与致校，然后我们发现这样的理念，其实它能够把很多我们大人的观点，其实更这个能够更完善。吴东兴校长认为，时代在变，教育在改变，翻转教育很重要。老师不能用自己当年念书的情况来衡量现在学生该怎么做。校长就时常会固定会约个时间找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聊天，这样子。像我们最学校现在目前最有名的就是525的专车，像同学觉得学校改变的真的很大，而且校长会站在我们的立场上，为我们同学争取我们该有的权利。那另外，而且校长的领导风格跟以前啊，我们念书时候的校长的领导风格又完全的截然不同，尤其我们校长啊，现在是以学生为出发点，这个创意的教学哦，我想让这些大学的学弟妹们哦，来我们大一大学接受的教育，应该都是一个最自由的殿堂了。前大大学学生会会长黄凤玲说，这几年学校真的改变很多，谢谢校长定期和学生沟通，倾听大家的声音，邀请学生和他一起当学校的校长，打造不一样的大大学。大一人新闻刘新校李桂妹采访报道。